姐姐好啊，弟弟好，叫你姐姐好了呀。我叫他弟弟好了吗？年龄？02年的。你多大就行了？22岁。22岁，现在是上班还是上学？上班。上班在哪里？在上饶。在上饶上班哈？对。干什么工作？文员。哦，做文笔的是吧？对。哦，在机关里面做文笔吗？不是。不是，在哪里啊？私企嘛。啊，哦，在企业里面做文笔啊，这操刀手，你知道吧？会写作啊。来吧，22岁的上饶小伙啊，你瞧了没有？个子目测也得1米78以上吧？有没有？有。有1米78以上啊，长得特别啊，特别的 beautiful， 很漂亮啊。来，对对，你希望你偶遇的那个朋友，外地的行不行？还是本地的？就是如果合得来的话都可以的。啊、哦哦哦，如果是啊能碰出火花合得来的话，哪里的都可以啊。来吧，姑娘们，来，有没有向这位帅哥走来的？来，上上上上来啊，上上上来，女孩子上，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啊，一定是想来交友的啊，女孩子，你们不要乱举手啊。珊珊来了，慢点啊，来来来啊。来了一位，还有吗？哪个？来上来，姑娘，还有一位吗？来来来，上来。嗯。啊？你们从旁边上啊，这前面上不来，从旁边上吧啊。来，让他进来吧，保安，让他进来啊。来来来，上来。保姆，我奶买了。记住了啊，他今年23岁，23岁啊，来来上来，没事的，上啊。这个舞台不属于啊任何人的，属于大家的，只要想来叫交朋友，想偶遇的都可以上啊。还有吗？那个不还有一个吗？上，从这儿上来，快点，抓紧时间啊，人太多了，老挤了啊，今天还有点热啊。你就放这儿就行了啊，我们后面有我家丫头跟你管着呢啊。嗯，那个姑娘跑哪儿去了？小灯楼那个女啊，来上上上上来。好，嗯，你好你好啊，来吧。你们三个真是向这个帅哥走来的是吧？是不是？是。你呢？不是向这个帅哥走来的，是向这个帅哥走来的不是？我希望年龄大一点的。那你们俩靠后点。哦，我也是靠后一点吧，不是他们被推上来的。哦，好好好啊，啊，行行行啊，来，你是冲这个帅哥来的吗？是的。是的哈，来宝贝儿过来你，啊，你也是冲这个帅哥来的是吧？冲你来，冲。是冲帅哥来的啊，好的啊，来咱一个一个来，往前站点来。话筒拿一个来，话筒拿上。谢谢。拿上。谢谢。这仙女下凡呢啊，你看看。合过影哦，干娘。真的呀。嗯。在哪里？昨天下午第一个跟你合影的。哦，好的好的。啊，知道了知道了啊。好了，你愿意上上，不愿意上就算了，你们不要是推他啊。我想问你是哪里的？江西宜春。宜春的。对。小伙，你在给谁发电报呢？啊，这娘给你办终身大事，你在这敷衍我，快过来站这儿，站这儿来。嗯。来。他是宜春的，年龄呢？05年。05年多大了？18。哦，今年。18可以的。19，冬天满19。啊，马上19，你23咋的了？啊，你还撇嘴呢你啊，我臭你呢你知道吗。19，现在是上学呢还是上班？在学设计。啊，在学室内设计。你也是室内工作者呀，也是学设计。设计师呀。嗯，他是搞文笔的啊，你俩还工作还对口是吧哈。现在在哪里啊，忘了。江西宜春。宜春的。对。他是上饶的，你能接受吗？能呀。能呀。啊，你呢？可以。可以是吧啊。嗯，那咋整啊，那后面呢还有两位，你还要看不看？后面还有两位。啊，还有两位，你觉得可以的话，后面呢我再给他们找。你觉得别贪了乖。你们在这干啥的呀？皇上不急太监急呀、啊！我又不是给你们找的，你们给人弄的，跟你说，这心都乱了。这个姑娘不好嘛，个子有个子，形象有形象的，只是让你们交朋友，
其实老的，你说呢？你心里一定平下来啊，不要飘了。你觉得这几位大姐这不是冲你来的啊？最多冲你来就那俩，看见没有啊？这一个还说是冲我来的呢啊！这个就是这个是冲你来的，你要不要看一看了？你别看他们，我咋这没主见呢？你这小伙，找个对象老看他，他是你爹呀？真的啊？哦，你还是喜欢他呀？看好了啊！别慌，乖啊！来，你说说你是哪里的？上饶益阳的。哦，上饶离你近点不就是吗？啊，可真是你们俩的那个形象有点像，你看谢谢啊，还真的有点夫妻像，你知道吧？哈，你多大了？00年的。啊，00年多大？25。25，这个比你大两岁。比你大两岁，那个比你小两岁啊。大两岁，小两周。姐姐好。啊，弟弟好。嗯。叫你姐姐好了呀，我叫她弟弟好了吗？哦，看起来你俩是不是在底下都沟通过了？没有，不认识。真没有啊？不认识，不认识。真没有是吧？是啊，那行吧，她是你都叫她姐姐好了，你主动出击了，橄榄枝都送过来了，你接不接？认识一下，认识一下。啊，认识一下，行，来加个微信吧。啊，加个微信。对，你做什么工作的？学医的。啊，学医的哈。啊。哦，是个护士。啊，不是，不是。那你学医干啥？医学影像技术，是拍 CT 呀、啊。哦，拍 CT 的，那个人往那一躺，日进去又一拍就出来了，好吓人呐！那你还穿好防护服啊？这老天对你这个小肚肚不好啊，将来要传宗接代的啦！来啊，别哆嗦，乖啊。谢谢。加上没有？加上。啊，加个微信，慢慢聊，好不好啊？好，你们俩都是江西的，挺好的啊、嗯、握手吧，快点吧，我跟你说操碎的心啊，来给你合个照吗？行，来给咱仨做啊，这咱多亲爱的咱三口啊，嗯，这儿子媳妇儿都在啊，证明了欢迎你来江西葛兴村。谢谢谢谢啊，谢谢。来吧，你先正儿八经的主题得拥抱拥抱啊，弟弟啊，给他点温暖好吧。嗯，来，信号有点啊，信号有点啊，我信号有点差，我没接。信号有点差啊，他让你亲一个的啊。来，你那个晃帽，你上来亲来，你来上来亲，你们是来交友的还看亲嘴的？来，干娘亲你一个来。看见没有？亲了没有？这是来看亲嘴，来再亲一个，让他看个够来。气死你！好好好好，这儿吧，你要么你们俩也能一个，啊，行行行，挂上加上没有？信号有点差啊，下去你们到旁边那小树林里，信号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啊，来来来，拥抱一下吧，拥抱一下啊，嗯啊，要不然让他俩来个公主抱着下去行不行？好吧。我告诉你，其实我告诉你，我每次让你们拥抱一下是给对方一个温暖啊，也给他一个信心啊，让他勇往直前的爱。然后公主抱就是刺激他们啊，别老在家待着看手机，来交友，说不定在这里就能交到一个男朋友女朋友，知道吧？啊，咱们从零开始嘛啊，这就拉近点距离，对不对宝贝儿哈？行，你敢吗？可以哈，他敢，行，开始。嗯，你要给他摔着我揍死你啊。来啊，好，好好的啊，谈啊，那个交朋友这个时候是冲动的，下去你们啊，恋爱一定要冷静，好好的交流，好了，说不定这今天就是你的美人，不好，明天他就飞了啊，走吧，走吧，好好好好好啊，慢一点啊，啊，我们的礼物还有吗？有，在路口啊，在路口有礼物，哎呀，你看他都不放了。